狩猎到了塔斯克的头颅，在想要不要反他了，算了不反他了。栅栏怎么没过来呢？哎呀，我感觉这波可以秀他的。进草进草，他死了。 Double kill， 来火龙。这狗头压线我没办法帮他抓啊，这波可以反蹲先杀他了。爆炸虚区完成双杀，这螳螂要来打河蟹，我刚好可以抓他。真正的猎人从不休息，黑月塔搞他，来扑，哇，这打野真的强，百分百参战率。没走，绕一圈他死了。再见。留下了这个 W， 他死。包一下可以套过来，应该是雷眼的，把线推了，推线，他们现在终于也死了，只要把线推过去，他们要死，不要急一下，等这个侠推线，这奶妈没血。上链了，不过这个冰鸟也有一点油，这么油不好，他要是没抓到人，就比如这波被我们杀了，他就要亏很多。这把应该可以看到彩蛋，因为这把我们这个中上都是大后期的，所以说会拖前期比较弱一点，会拖到很后期。我这个木刃这会儿没显示啊，这边等一下他们肯定有人来支援上路的，我看看这冰鸟有没有弹。
打弹弹打弹弹打弹打弹，这冰鸟还有弹啊，正好给 AD 点死。这是贪婪要死，他应该在这边。再见了弟弟，时间到了。就有很多人玩这种发育的英雄完成单击了，然后呢像这种发育后期比较厉害的英雄前期都比较弱，他们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幻想了自己是一个很无敌的存在。我发现特别是玩狗头这种英雄的有很多，就是前期很弱，但是他一直会跟对面打架，你去帮他抓还好，你不抓的话上路就养出个 boss 来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但问题是他一直不来团，这个也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一直刷了，刷起来之后他会去送，懂吗？他会老想着我这个英雄我现在可以一个打三个，一个打五个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毒瘤，碰到过很多把狗头都是这样的。他就贯彻了一个思路，打架前期弱也打，然后后期强也打。前期弱的话就一v一打不过对面，后期强的话就一v三被对面杀。开个大招威慑一下，不要着急上。这个时候再靠恶补护食，再靠一下，打他蛋，杀来了！哇！溜了溜了，这个贪婪怎么才十二级啊？快点升级啊，小贪婪！我再等等你。叠一个四星，待会儿跳过去把这个直接给一刀秒了。准备好 ，one two three go！ 哇，赶紧来一个夜刃，沉默有点烦，这个控杀得好，快点升级，就等着他十六级了，还差两级应该可以看到彩蛋这把。我贪了，我刚才犹豫了一下，准备好这波收头了，赶紧把夜刃刷出来。七百多，我没火龙，再来一条火龙加大龙就可以破一千。十六级了，十六，哎，彩蛋呢？没彩蛋，要大家一起复活才有，好像。哎呀，怎么又打架呢？为什么要过来搞我这个冰鸟？我有点受不了他啊！大家和平发育不好吗？拉一下，拉扯一下，
必须得所有人都活着才可以。我没有，再来一条火龙，再来一条火龙，我把鞋子卖了，有1000公斤力，差不多。把这个鞋再换一个就可以了。先开大夜刃打开，狩猎到了，卡兹克的头颅，刚刚好他过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卡兹克的头颅多加了9%的攻击力，我记得身上有他的头颅在，是吧？在哪？好，这个头颅拿到，可以推了，可以推了。这个项链就变成他的头颅了。这个头颅的效果就是等于给你多叠一层项链，看到没有？哇，我玩了这么久，第一次搞到这个彩蛋，跟你们讲，很难得。这个必须得双方都到16级，而且10个人都复活着才能触发这个彩蛋，不然是没有这个效果的。所以说，刚才为什么不让队友打架，就是这么个原因。一人开一下，先秒一个，漫天飞雨拉倒钩。一刀，我这800多攻击力，呼呼，出来啊！在跟我打架吗？一刀他就直接死了呀！哇，这把终极精彩！这把伤害打了100000，遥遥领先。这把彩蛋可以关注一下吧？你们没见过吧？右上角的关注点一下啊！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话，记得关注点一点。Stop, and no, you don't wanna stop when I drop it like a bad gal.